我就想知道孩子有没有事，你就通融一下吧。那我们管不着，你赶紧出来，赶紧出来。走走走走走，你就帮帮忙吧。哎，你快走快走，你别快走快走，你别拽我呀！哎呀，你。送给我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你等等。你就是陆强的爱人，谢谢。你好，需要点点别的吗？不需要了，谢谢啊。请慢用。杜大夫，我。你就是陆强的爱人吧？你认识我们家大陆啊？认识。他在世的时候到医院来找过我，我们谈了有关孩子的事，啊，就是小新。当时呢，小新正面临着高考，所以我答应他，等高考结束以后，让他见小新一面。可是我没有想到。等我再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世。
我给你留一个我女儿的电话，如果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。 是回家吧，你确定吗？我家里现在肯定闹得天翻地覆了，我妈会把所有的错都怪到我爸头上，也许会闹到离婚也说不定。不行，我还是回去吧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你家都这样了，你回去我能放心吗？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和你一起回去吧。 既然这个天翻地覆是我们两个一起搞出来的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一起去面对它。不行的，我不知道我妈会怎么对你。你妈怎么对我都是应该的，之前是我不好在先，你妈她怎么说我就得受着。我可以去求她，求她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小心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。让我想想吧。 金医生，啊，邓老师，这是您明天手术的病历，您看一下。好。您那么晚还没回家，明天的手术又不复杂，跟陈老师吵架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就随嘴问一下，您别介意。啊，你坐。 金医生，你过去是不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呀？您看出来了。哦，我也就是这么随口一问。我高中上了5年，那个时候我应该算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吧。我的偶像是三毛，我一心想着流浪，在梦中寻找那棵橄榄树。 你倒挺浪漫的嘛！高三那年，你报考志愿的时候，我选择了离家出走。我去了西藏，看到了布达拉宫，也到了青海。我在外面流浪，整整一年。您知道吗？我最落魄的时候，跟流浪汉抢着打过地铺。哎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啊。 就跟所有迷途知返的浪子一样，1年以后我回家了，回到了我父母身边，他们接受了我的叛逆。再后来，我参加高考，考到医学院，毕业以后就来这儿了。你这个故事啊，应该讲给我爱人听。您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我决定回来的吗？不知道。 你说，从我离家出走以后，我父母都快急疯了。可是我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想办法给他们打电话报个平安。刚开始的时候吧，只要电话一接通，永远是责骂、教导。也对，哪个父母？ 能愿意一个女儿放弃高考，出去流浪，离家出走呢？就这样，我跟他们坚持了1年多，慢慢都成习惯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往家里打电话，我妈妈接的。 他说：“生日快乐。”
今天你过生日，吃蛋糕了吗？我知道，他们接受了现实，也接受了我的叛逆和我的错误。从那一刻，我就有勇气回去面对那一切。我终于知道家的意义了，它温暖、包容，它能接纳我们所有的不完美和错误。非常感谢你给我讲了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，真的。杜老师，不打扰您了。好，小心。是小心吗？谢谢。但是我对小新是认真的，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。我相信你说的是真心话，可我怀疑你的能力。爸，小新，你先不要说。现实比我们刚才谈话要残酷得多。我想知道华月是怎么想的。叔叔，你刚才说的我都知道，所以我想先找份工作，让自己稳定下来，而且我马上就可以出单曲了。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可以照顾好小新，所以叔叔，请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别把小新送走，好吗？爸，我不想和华月分开，帮帮我们吧。你妈不会同意的。那我可以去见她，我也可以求她，我相信我可以说服她妈妈。见我和见她妈妈不一样，要想说服她妈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过今天你能勇敢的、主动的来找我谈这件事，没有逃避，这起码是我对你信任的一个基础。在未来的生活中，我希望我的女儿有一个安稳的生活，你明白吗？爸，你接受华月了？不，我只是没有否定他。至于他能否兑现他刚才说的话，我要看他的行动。爸，你放心，华月一定会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的。明天他就要去录制唱片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他去录音室试音的时候，好多录音师都特别认可他。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的。这话呀，应该说给你妈妈听。如果你妈妈相信了，什么问题都好说。不过别抱太大希望啊。我知道，但最起码是个好的开始。但愿吧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见我妈妈？你们明天不是要去录音吗？等录音完了，我们一块儿回去。谢谢叔叔。妈。嗯。
睡呢？哦，我这就睡了。你这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赶紧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你先去人事处办一下入职手续，嗯，然后到外面找缇娜，她会告诉你该干什么。好的，谢谢李总，那我先去了。嗯。啊，警方，啊，办好了，办好了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啊，放心放心，啊。哎，怎么了？今儿听你说话无精打采的，病了？哦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啊，这孩子学历不太高，经验浅了点。没事儿没事儿，你都开口了嘛，啊，你就放我这锻炼锻炼。好的，我知道我知道。谁呀？来了。不好意思，陈女士，他非要闯进来，拦都拦不住。这人我认识，谢谢你啊。哦，你认识啊？那再见。啊、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打扰了。进屋吧。不用了，我来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也不想跟你再有任何瓜葛。就这样，再见。陆彤，陆彤，你不接受我的帮助，你不会找到称心工作的。来，这给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凭本事吃饭，知道吧？我知道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身份证都押给你了，你还怕我跑了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干这一行啊，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如果说你干两天没有成绩就想走，我告诉你，趁早别干。你放心吧，不把这些东西卖出去，我是不会回来的。警方，小新回来了。妈。还有华月，进来吧。啊，来。你出去，季芳，你也听听孩子怎么说。妈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面对着这样一个不思进取、自甘堕落的人，我怎么能不生气？妈，华月他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，他现在为了我，愿意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，去找一份普通。
你今年多大了？26。大学毕业后，你有过什么工作经验？除了玩音乐，你还有什么技能？电脑、外语还是其他的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还能干点什么？姐夫，别这么咄咄逼人好吗？不是我咄咄逼人。 是这个现实咄咄逼人，放弃音乐梦想，找一份普通的工作。这话听起来多伟大，多委屈，确实能让人感动得痛哭流涕。可你放弃了什么？你有什么可放弃的？音乐梦想，音乐梦想是什么？就是那些没有能力、没有勇气和现实搏斗的人用来自我安慰的话。你连一日三餐都保证不了。 你还谈什么梦想？妈，你可以骂他，但是你别这么羞辱他啊！你想想，你以后抱着孩子在地铁门口卖唱，那才叫羞辱。够了！阿姨，你这番话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听过最刻薄的。我不仅有廉价的音乐梦想，我还有一点点廉价的自尊。叔叔。 小心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华月，小心！你别忘了，你昨天晚上怎么说服你爸你跑出去的？这事儿我可以不追究，你还是我的宝贝女儿。妈妈，你就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吗？你为什么非他不可呢？我爱华月，我爱他。那我和你爸爸怎么办？ 父母是永远的，但是爱人只有一个。父母不是永远的，只要你敢迈出这个门槛，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 不要拿你的人生跟妈妈赌气，好吗？妈，如果有一天华月可以出人头地，我们生活得很幸福的话，你们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华月现在需要我，我要去找他。对不起，小徐。 美女，一个人回家，哥揍你回去好吗？真是啊！哟，说话挺冲啊！哥揍你回去！别碰我！我没女。碰你怎么样？哥揍你回去不行啊！别碰我！走啊，美女！走！别！神经病！神经病！回去啊！神经病！我让你们欺负我！你们我打死！我就是杀人犯！我就是杀人犯！你们是不是抓起来想把我打倒？你们休想！告诉你。 干嘛呢？警察，走，站住！
桐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哎，教你几招防身术，很有用的。喂，拜托，你拿盒子去打别人，结果把自己给打伤了，你不会吗？太逊了，这千万别说你认识我。刚才多亏了有你。嗨，再说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怎么会突然跑到这边来啊？我集训了一个多星期，然后今天好不容易放出来，放假，所以没什么事儿就过来看看你呗，聊聊天。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聊聊天，行不行？你知道小新跟华月他们？能不能别提他们？不想提。还生他气呢？没有啊，我才不是那么小心眼呢。杜小新呢，有的时候是挺让人生气的，可是事情过了，也就气不起来了。小新挺惨，就像我们当初预料的一样，他现在已经跟爸爸妈妈吵翻了天了。妈妈、外婆、爸爸、大姨、大舅妈、大爸爸，你别数了，我不要友情赞助。不过呢，我打算干回我的老本行，到时候你一定要来捧场。什么老本行？卖盒饭啊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卖盒饭。你真是涉猎的范围还挺广的啊。你看，一会儿保健业，一会儿餐饮业，真是不当厨子的裁缝不是个好司机呀。我支持你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了？我看看。
心脏心里不太齐。那是不是太累了？要不早点回家休息吧。我也该回家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送你到门口。看你跟我客气，真是。哦，谢谢。今天谢谢你。你的衣服怎么办啊？要不然我再去给你买一件，好不好？这么晚了，哪还有商店呀？那也不能这么回去啊。你有没有什么？你把它连起来。创可贴，行吗？行吗？应该可以吧，试一下吧，只有这个。行，你拿这个把它粘起来。那我帮你。段少爷，你耍什么流氓？你误会我了。你要再敢动手动脚，你信不信呢？我们现在我就废了你。事情搞清楚好吗？你这个人怎么就知道动粗啊？我就是粗人，对我女朋友都这样了，我能不对她动粗吗？姓赵的，告诉你，小彤她是我女朋友，以后你给我离她远点。冯刚，我也再说最后一遍，你误会我了。如果你想打架，我可以陪你，但是我希望你把情况搞清楚，好吗？打吧，来。好玩。不敢。小彤。好好说嘛，多大的人了还动手打架，又不是小孩子。对不起，阿姨，都怪他，对小童动手动脚的，我气不过就。我都说那是误会了。阿姨，这整个这一片全是出租的屋子，人特别的乱，环境也特别不好，你们住在这儿特别不安全。我已经跟陆童提过了，我那个房子现在空着呢。如果您要觉得不嫌弃的话，您可以先住在我那儿。但您要觉得不方便，我可以再想想办法帮您找别的屋子。你别吓唬我妈，住在这儿的都是做小买卖的老实人。今天这是意外吗？是啊，赵警官，你就别费心了啊。我们家有我呢，以后小童上下班都我来接送，我保证不会出意外的。哎呀，行啊，都这么晚了，小赵。赶紧回家休息吧，啊！好，冯刚，你不也得回车队吗？啊，那我先走了，阿姨。啊，不好意思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。路上小心点啊！好，再见啊，小桃，以后别干那么晚了，用不着那么拼命，咱家不有我呢吗？家里哪次没有你，就不能说点别的？行了，赶紧休息啊！哎，我走了，阿姨。哎。路上小心啊！哎，清点好了就给我往外搬啊！哎，我说，你总得给我们下级代理商一点时间嘛。看着啊，合同写了3个月，这时间到了，东西卖不掉，我们当然要收回的嘛！啊，这不还有1周时间吗？
对不起啊，嗨，干嘛这么说啊？一直有些事儿我没跟你说。我这公司啊，其实不是什么公司，顶个天儿也就是个门市部。当初把你招进来，是因为我看上你那不服输的劲儿。你又不求底薪，我多一个人还可以给我撑撑门面。 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这公司啊，撑不了多久了。你呢，赶紧找下家，跟着我混，没出息，啊！哎，其实我早猜到是这样了。啊？那你还这么上心干嘛？啊？已经是这样了，我再不上心，那咱们俩都喝西北风去啊！不管这。 有点麻烦你了，没事，叔叔，应该的。这是钥匙，你先拿着，小心会给你打电话的。锦芳阿姨还好吧？哎，她连断绝母女关系的话都说出来了，你说呢？ 点活都干了，就这点活，这就不简单。别着急，丫头，慢慢来啊。张叔，这些还是算我的吧，都是干净的，扔了怪可惜的，你就给我吧。没几个钱儿，算装书的。喂，陈宇，找我什么事儿？ 想说我很爱你，感谢你辛苦的把我养大，想做一份事业给你。
却发现你已添了白发。还记得每天鼓励我的话，不要眼泪，要我坚强。给我拨开儿时的迷茫。